咱的这个庆祝吼，咱特别不受长主安排，咱八团拢个在日出布局。啊，咧祝咱这个轮回，那么咱李乡村的团，所以咱隆重介绍到明暗班七点到十点吼。啊，咱的三点钟的庆祝晚会，那么咱同时今仔日啊，咱的庆祝，啊嘛为着要感谢咱所有吼啊，咱这个庆祝大哥，特别给咱赞助。大家拢做虔诚、做虔诚，做哪讲对着恁的新年代吼，大家拢做敢开钱的，拢不遗余力，真正有钱出钱，也有力的出来吼。但是我的团主吼，我那感觉特别感谢恁对我的理想的捧场，所以特别嘛给咱这个赞助，咱的两位吼，咱的钢管秀、飞秀，和咱精彩这个特别节目吼。所以今晚伊望我节目后边，咱就我那感觉还够一瓜拉拉上的吼。所以节目速速够给咱买，给咱介绍。那么今天送给恁邀请陶青衣马新娘他做做个人，特别赞助的吼，啊，咱的钢管秀，那么为了给咱表演精彩，更讲以前无人敢看，先来个安排一条好听的歌曲来吼，可以先暖身一下。那么特别隆重跟恁介绍，邀请到咱的这位钢管天后，好嘞，咱的曼君先来个安排，他就秀来非常好听的抒情歌曲，那么咱共同欣赏。来特别安排介绍到来咱的这首，等来我的心，那么特别安排咱的这位钢管天后，好嘞，曼君小姐的跟咱白介绍好听歌，好嘞，用多个形象介绍咱的一首，咱的等来我的心，好嘞，感谢，谢谢，谢谢。Thank you.
特别啊，予咱个小姐吼，咧感觉讲咧，因为有恁个鼓励吼，阮个小姐真啊精神拢来，咧加过来七八过来八百嘛，不用我老公看恁来，我真的吼，诶、欸，刚刚讲的，你们是跑去哪里的嘞吼？啊，很可怜，真正讲安尼随到现场，我真感谢吼，谢谢。那这两姐姐个好朋友咧，那么咱对着咱个这个乐团也是讲非常的捧场，但是咱今仔日节目嘛无是咱个内里吼，今仔送过来以后，请拢是着咱个本团的团主亲身来挑选，拢用电脑过去，厉害过太过吼，啊，你说大家拢真正讲真个非常的漂亮啊！大家拢才艺双全，拢非常非常的厉害。那唱歌啊，够搞跳，够搞跳，够够好来。那么呢，今麦特别安插到咱的继续这么好听的歌曲，包括咱的曼君吼，也更讲的功夫更加真正不会讲爱的唱歌啊，大家拢有听到啊，免我想介绍，就是这好听，这么好听吼。好嘞，那么咱今日外头唱歌，我有法度给人要传出你这个冠军这个CD 吼，真不简单啦。你讲我你唱老久了，阮今日一听，阮在边看听老久。所以讲，阿你要灌酒瓶啊，真的很讨厌的。所以讲，这个是很奇葩啦，真的，生了一颗彗星，不是油星哦，你直接咻一下就过啊，你是一个彗星啦吼，很有智慧的星星吼。来，不是那个星星哦，不是搞那个星星哦，是那几条几条的那个星星啊，对对对对对。好来，那么今晚的特别安排，刚才我跟你讲，我想讲，那我为什么说星星啊？我说上面的星星啊，不是那个星星哦。好来 ，OK 呢，那我跟大家安排个小技巧。好的，继续安排小亮的歌曲《思念的开花》。哎，那么呢，特别安排一个小好的那个技巧来，非常好听的歌，我们用红色的歌来唱。好嘞，安排慢节奏的来技巧，《思念的开花》。你思念的天走。
谢老大。来，拍拍声，感谢，谢谢。好嘞。好的，各位宾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一旦红头的电影哥哥带钱，一旦我的孙啊去当四仔，金银财宝个满树来，红头带电大庆仔，一旦客运拢你来。好嘞，那么咱特别安排介绍，带来那么咱这个一连串吼，咱的钢管。来，那么咱今天去了，把咱的前面的帅哥哈，跟你抱歉一下哈，咱今天去今天拢装扮拢是小姐，是的，那前面都没有穿短袖哈，所以讲看不办法哈，啊，因为大家多多包，今天阿彪照片那个做正面，然后腰先十块外只的哈，所以讲抱歉咯，拍谁啊，帅哥哈，拍谁，找位那十块哈，真的哇，哦。哦，你刚有机会了哈，哦，有机会哈 ，OK OK， 好，好的，OK， 来，那么咱今晚我咱告别哦，跟咱报告，给咱把咱今天提到安排介绍到咱的这个情况，到咱把咱小姐的跟咱大哥听讲听，以及我呢，咱把咱今晚的夜话当中，跟咱介绍，啊，那么你夜晚是咱的刚从咱的外国，我拢是咱过年前才到咱台湾的，哦，大家拢知道讲功夫也是讲非常的这个好的哈，包括啊，因为这个才艺而且双全哦，咱这个包括唱歌，你有听过来，今晚我来给大家安排介绍，啊，那么咱看不板块的这个特别节目，飞秀钢管秀，啊来。今晚呢，准备好了 ，OK。好，那么呢，今晚呢，特别隆重跟大家安排，那今天给安排金化团小姐送这个被告位，我拢给咱唱歌过啊。那么呢，今晚银化团安插到咱呢小姐唱歌以外，还给安排介绍咱呢两位特别节目 special 的表演。好嘞，那么呢，今晚呢，节目速速过来，继续行，隆重跟大家安排邀请来，啊，你拢在咱各国歌厅、戏院、咱国国日本、新加坡在咧给咱表演呢，来，咱的钢管天后范君来给咱做表演，来，感谢，谢谢。